学校里面停这个应不应该？没有哪个学校可以开车，而且这是什么？这是操场用以活动孩子的呀，这哪是停车开车的位置？这个地方也没有停车道。是呀、啊，没有停车道，这是教学楼。这是那个车的照片，还是碰碰的？就是在那个，躺在车下面。他自己躺到你车下面吗？躺在车等着你压吗？那一小块，我正好就看不到那一块。就是他自己躺在车前面等着你压吗？你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吗？我后来过了五六分钟启动了。是你意识到了以后，是已经把我孩子压过去了，是不是这个情况？因为没有检查，所以我以为前面。你是看到我孩子在前面，你招手了，你以为他走了，然后过了七八分钟，你才把车子开走。你觉得这个逻辑正对不对啊？是不是正常逻辑、啊？我再给你重复一遍，孩子下课的时候，在车前方，因为是坐在那里，就招手让他走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给老师。他坐的是哪里啊？车的前。车的前方，一个老师没有开车的，你个逼的把太太压过去了，不用不用，他怎么把这逼，他把太太的头压过去了，压的脖子，压的脖子，你把他这个逼。Thank you.